什么意思？作为临海市服装行业的意见领袖，我们又责任监督服装行业的不良之处，为了整体搞好的发展。你这完全是八卦杂志的写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冲了特看。你这已经对温达和倾城，包括对我和林浅构成了污蔑和诽谤，我们完全可以起诉，你知道吗？李总，不知道您是不是认真看了文章？这篇稿子我看了很多次，很注意措辞。 而且法务也看过，这只是陈述事实。丽萨，我奉劝你一句，离 Peter 远一点。中国有一句古话说：“先礼后兵”，别到时候扯上你。李总，你就不要吓唬我，好吗？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。 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 party， 可以邀请你来吗？尺度很大的那种。不必了，谢谢。